全世界の中国の皆さん。全世界の中国。いいよいいよ。これもいただこう。またこういうのがあったら買って食べてみてください。もしこの動画が好きだと思ったら、いいね、コメント、シェアお願いします。好了，我是刘坤，又到了我们加拿大每日餐时间。今天是做个好东西，生蚝。我虽然不能吃，但是我老不想吃生蚝。所以正好亲戚送了点生蚝，我把生蚝收拾一下，收拾完之后，中国式的吃法，日本很少见这种吃法，咱们今天试试啊。生蚝的话，今天做着今天吃，然后还有是，今天这个视频是我新换的相机，所以有可能会出现怎么说，就是那个设置不太完美吧，有可能。如果是不太完美的时候，大家请多担待啊。好了，现在开始准备生蚝的第一步。好，现在开始用这个蒜，把蒜打一下。好嘞，成功！这比剁蒜要快了很多，这真是神器啊！现在起锅烧油，这个多放点油啊，这个比较重要，多放点油。蒜有这么多蒜啊，分剩下的分三波或者分两波倒吧。我没有小米辣，就今天不放小米辣啊。第一次做，成不成功还不一定，先试一下啊。好，锅热放蒜，蒜出香味，然后来点蚝油，来点酱油，稍微来一滴滴料酒，有点盐，来点十分香。二鸡精，然后剩下的把这蒜给过来，这只是炒酱你就要送了啊，个头不小吧，因为没那个平刀，只有用这个吃那个牛排的这个刀割吧，要把它撬开都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，包出来了一二三四五六，就弄出来六个，再洗一下。然后这边的话，依次给它摆在这个烤盘里，然后把刚才这个做好这个酱给它放在这个上面，然后在下盘子下面加点水啊，稍微加点水，好，把它放进去。Later， 哎，失误了，失误了，失误了！我这个烤炉上面是带火的，这么好东西烤糊了，但是不影响吃啊。一会儿吃的时候把这糊的扔掉。这个是我烤的，我把那个糊的去掉了，看着卖相，看着还不错啊。啊，还有剩菜，还有一个，这是从我松板胖老弟那儿拿过来的鸡爪子、鸡翅，味道相当好，所以我老婆要喝，要下酒。下去来个威士忌，然后来个可乐配威士忌。平常都是我喝，今天让我老婆喝一点吧，我再倒点可乐，配点威士忌。来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，我来个。哇！何？どうした？お茶で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来个娃哈哈，啊，おいしい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啊，カニ食べに行こうよ。ママ、ママ。どう？うまいですか？カニ食べに行こうよ。めっちゃおいしい。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你有尿酸高，吃不了没办法。你讲话了，我吃。这鸡爪真牛。肉，
不是不是，鸡爪子真牛，谢谢我胖老弟啊，这是胖老弟送我的，胖老弟不是胖老弟妈送的，我阿姨送的，感谢感谢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非常牛逼，大家在松坂的话可以去尝一尝，真的弟子在这儿。我三人剑虽然说不成功，但是貌似很好吃的样子。你要讲你要算计他还一点。这个是鸡的翅膀，食べれる？食べれる？尝一尝，好吃啊，很好吃啊，你尝，你尝尝。可以，你尝尝。你尝一尝。ケイちゃん、カキ、カキは絶対食べれやんって言っとったけど、食べれたのと一緒で。味道如何？美味。真好吃。怎么样？中。鸡肉好吃吗？真好吃。你这表，你这表达的不好，我跟你。全世界の中国の皆さん。全世界の中国。いいよいいよ。またこういうのがあったら買って食べてみてください。鸡肉这么好吃啊，闺女啊，这么好吃啊！下次咱还你的胖哥哥家去吃吧，好吧？空懂吗的？空懂吗的？阿能，哦，你讲的也特别你够噶，我信了。来，我今后可不就等。够，够等。嗯，快，今天的生蚝全部吃完了，全部是，全部是我老婆吃的。好，我老婆好不容易就是。又吃又喝，又吃又喝的感觉啊！吃饱了。夫妻嘛，偶尔让老婆就是怎么说，就是放松一下，喝个小酒，想吃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，我觉得挺好。也祝全天下的夫妻白头到老，幸福美满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この動画がもし好きだと思ったら、いいね、コメントをお願いします。